哇，这是在涿州，河北涿州。现在是下午几点？现在？我这手持着拍，有点困难。在月亮上边，对，一个红色的，像三角形的一个红色，特别亮。然后这上面有云层，然后这儿。哇，这是什么东西呢？谁能证明是啥玩意儿？不知道啊。我操，我这拍下来简直太牛逼了！后边好像还在喷火，有一个角，有一角好像还在喷火。可惜我这个镜头是150的，现在也就200毫米。能拍上吗？能拍上。但是我手持的，我操！好像是往东去了。对。对，我把它和月亮拍到一个框子里边。哎，对下焦。我操，这什么东西呢？红色的，特别亮。Yo, what the fuck is that? What the fuck is that? 到云彩了，应该在云彩下边呢。我得换一个对焦模式。今天是8月11号。8月11号是吧？我爸从那自行车上下来了吗？